就这样。哦，这坑的家，昨天熊熊坑的，伊哎，会听到迄个暗棍啊，一下咯啦拉开了，很棒。我就在这个背部，过一下安尼个硬硬的。哦，唔免叫迄个，唔免叫按摩。哎呦，我今天穿热裤呢，哎呦，大腿小，美腿，没不记了，喂，我有肌肉。练到有肌肉16吨，呵啊，麦奇，你是咧要挃吧？如果是颈椎，就侪人爱吊啊吊颔棍啊咧，啊吊颔棍拢爱去复健中心呐、啊。有时啊，你家己乌白吊也不好。有个师傅教我一个很棒的方法，垒球怎么弄呢？我弄给你看哦。比如说，我若是颈椎有问题，颈椎我就放颈部的这个地方，就这样。哦。平常哦，我们就是太常看手机啊啦，看册，太常低头，低头族照顾你的颈部就完蛋。所以呢，这坑的家，多你熊熊坑的，伊哎，会听到迄个颔棍啊，一下咯啦拉开了，很棒。啊，这个你还可以碰这里，后背，你看，我如果觉得我的背部不舒服，我就在这个背部。过一下安尼个硬硬的，哦，唔免叫迄个，唔免叫按摩。有时候阿姨安尼个袂艰苦，有时候我就睡着了，这样就睡着，睡着了。啊，那是腰脊骨不好的人，弄的，这都先个去个腰脊骨，你看就在这腰椎，然后你那个对了，因为伊这个有一个碰底给陷进去一半，所以你的腰就也刚好拉开，得到拉开。啊，那是大腿、小腿哈、哦，你这个，哎呦，我今天穿热裤呢，哎呦，大腿小，美腿没不记了，喂，我有肌肉，练到有肌肉16吨，呵啊，麦奇，你是要挃吧？你看哦，你自己安尼练，大腿小腿安尼练哦，可以得到很多的舒缓，啊，也可以练习，真的很不错。